大家好，欢迎收睇《深宵爆玩具》节目，欢乐深宵，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Toys Walker 的铺。好啦，今日就冇咁晏啦，因为咧，琴日咧就真系太夜啦。咁今日咧，趁个女咧瞓咗觉咧，咁我就嗱嗱谂咧，就同佢喺度玩呢只太保狼啦。咁原本琴日系玩嘅，咁但系咧，变咗要延期喺今日啦。咁咧，話説睇太保狼而家已經係1976年啦，即係1976年嘅作品嚟。咁其實而家今時今日已經去到41周年，係啦。咁就係啦，咁就唔知你出咗世未啦。咁即係如果睇過呢個作品咧，就真係冇得避嘅，即係因為咧。太保狼咧咁耐以嚟咧，真系冇乜产品出过嘅，甚至乎呢个金角小宝贝都好似仲多过佢啲产品。咁咧今次就之前就公布咗咧，就系呢个Evolution Toys 嘅，咁就出啦。开头公布嗰阵咧，见到嗰个合金比例成分咧系更加多嘅。即包括咧心口啊、手啊，都係合金嘅，咁就非常之厲害。咁但係咧，去到拉尾，因為可能價錢太貴啦，咁佢就再調整咗個售價。咁而家咧就變咗咧，就成變成淨係得呢個雙腳係合金嘅啫，係啦。由於仲要 share 多一兩個地方嘅關係咧，咁就先解再稍等一等啦嚇。先係好啦，咁就應該咧，應該呢兩日先至排貨嘅啫。嗱，特別提一提咧，今次太保狼因為版權問題咧，全部應該係冇行貨，應該全部都係日版嚟嘅。咁我呢只咧就喺黃埔某個。好有趣的地方買啦，咁大家睇下相應該都知邊度地方嚟噶啦。買Evolution產品都係嗰句温馨提示，真係去啲信譽好啲嘅鋪頭，因為咧唔擔保你有冇機會要換到件嘅。咁因為真係要小心 check 嘅，有就當然個保障就好啲啦。好，咁咧差唔多啦，咁我就可以同大家玩呢只登咗落嘅太保狼啦。仲有一个，但我怀疑咧，其实可能大家够夜先至会出现嘅，我唔知系咪咧，系啦，好，咁我就开始玩啦。睇咗个盒先啦，嗱今次咧，呢个系我谂系 Evolution 入边真系比较巨型嘅盒啊。嗱，呢个 box 都好，算于好靓下啦，我就几欣赏。其实成份嘢系有份量嘅，都有啲份量嘅。嗱，咁啊见到晒佢好多姿多彩嘅武器啦，分到1、2、3好机啦，咁样系啦。好，事不宜遲啦。嗱，呢個咧仍然都仲係磁石波嘅系列啦。咁但係咧經過咁耐嘅出呢個磁石波系列咧，佢的確係有改進嘅。咁我就不用否認嘅改進呢家嘢就等等啦。嘿，乜都冇嘅，係啦。放个牌仔出嚟先，哎呀，死咗！好，稍等一等啦，攞把盒出嚟先，系，系啦，攞个盒，好，拆翻个。拆翻个阵先啦，系 ，OK，
打开入边两层嘅，第一层又见到三只太阳普罗喺晒度啦，一号、二号、三号，唔系应该一号、二号、三号 ，head、truck、leg 系啦。咁由 UFO 战机咧，一个两架、三架，咁呢两架咧就系初会特点先有嘅。好，咁而咧第二层咧就系多姿多彩嘅武器啦。咁就如果要武器嚟讲，我谂呢个都算比较齐全，当然你有啲未齐啦。咁咧就先打开咗啲咗先。呢啲级数系有啲嘈，冇办法。如果用块布胶咧，就真系个情怀就真系满分啦。与此同时咧，睇一睇呢份印刷精美嘅黑白说明书先。嗱，说明书我都影咗上去噶啦。咁大家如果想睇咧，上翻我个 Facebook 啦。咁其实咁耐我都冇特别推介过，叫大家 like 我个 Facebook 或者 follow 啦。咁其实咧就系、Toys Walker 系啦，你大家可以上嚟睇下啦。好，跟住咧攞三只嘢出嚟啦。我攞咗啲嘢出嚟先啦。攞埋啲飞机仔，跟住一次过讲啦。我睇下呢个先，好，一号，一二三，三只嘢冻咗喺度先，咁我再用下慢慢嘅介绍啦，系，跟住，呢度有啲飞机仔喺度嘅。系啦，咁由飞机仔开始讲嘅，咁佢就睇下等等先，攞翻过嚟，斜唔斜到，睇唔到，系啦，就比较细嘅呢啲飞机仔，咁呢个比例唔啱嘅，就唔系跟太保罗个比例嘅，系啦，睇唔到，系啦，三架飞机仔，哎呀，跌咗添。咁佢系咩啊？红色呢个就系阿姆，阿姆扎嘅啦。呢、這个就系尾鼠啦。呢、這个咧就系、是、蓝色就五郎，系啦。咁就呢、這个比例系唔跟太保罗，因为佢另外仲有一个同即系真系收纳形态嘅比例嘅，咁、那个就细好多嘅。嗱，咁特别注意咧，啲翼咧有啲巴打咧，即系攞起手嘅时候咧，佢已经甩咗翼啦。咁就可能系个别事件。大家如果真系甩咗咧，其实嗰、那个因为佢本身佢冇损位嘅，佢都系用翼整到个坑度嚟啊。咁咧，如果你真系甩咗嘅，实际黐咧方便过去换嘅，系就咁啦。基本上咧，其他颜色嗰啲飞机咧就倒模出嘅。呢、这个00号呢、这个系呢、这个咪66咧？呢、这个系99啊？呢两个好似系乜嗰啲少年团322系咪？即系总之有呢几架啦。呢、这个系初回限定先有嘅。咁呢啲系啦，呢啲就系、是、佢会俾呢款船包都俾足呢啲嘢嚟嘅，即系情怀嘢就俾足嘅啦。即系佢嘅好处就系连埋啲飞机一次过可以就拥有晒啦。好，呢、這个就系一号啦。一号咁咧，基本上咧讲咗先，合金咧净系喺晒三号机只脚嗰度啫，所以咧二号机同一号机
聚合金就是螺丝和磁石了。看看啦，咁其实就上银色是上了啲上咗银色和埋另面的红黄咁样啦。咁就嗱，大家看下 QC 如何啦，都 OK 嘅。但当然有啲即系你上位可以再做好啲啦。咁咧，佢就俾多一堆嗰啲遮丑盖嚟嘅，咁你可以吸晒所有嘅螺丝窿嘅。咁咧，呢啲磁石厂就系磁石啦，系啦，咁头都系嘅，吓，咁呢啲全部都系磁石嚟。咁呢啲磁石咧，比起以往我接触咧，其实已经强化咗好多，即系甚至乎咁样都唔会跌落嚟嘅。而佢又用呢一个佢嘅刺猬咧。形成了一个关节是咔咔声的。而是 Joseph,Hello, 是啦。那就看回我洞啦，头的我洞啦。有个腰的我洞也有。隻手你这个咔咔咔啦。手这里都可以打开的。手是转是有屈拳头都是喐的。咁你就无疑你合体的时候呢是做得返的。咁当然啦，佢合体的时候拳头缩返入去，直脚缩入去，咁呢次冇可能发生的。咁就变咗太保罗呢件嘢呢，其实真係换件去变形的。咁佢改进的地方就觉得呢，佢呢啲呢磁石之余咧，仲多咗一啲软胶位嘅。今次系即系例如咧，你睇脚板咧，佢有软胶垫嘅，咁变咗咧，佢就防滑嗰方面咧就下咗啲功夫。呢个真系见到佢嘅改进嚟嘅，系啦。咁就呢个脚嘅可动就唔算好多啫，90咁样进咗啦。而脚掌都有少少贴地嘅。但我於佢設計的關係，因為佢成嚿圓形框住呢嚿嘢咧，就算佢有可動，你都貼唔到，唔係好貼到地嘅。嗱，咁變咗大家擺 pose 就要俾啲心機啦。嗱，單腳都還可以，都夠力嘅，即係成件嘢就唔算鬆散嘅。即係如果有咗呢兩個關節咧，基本上咧。你都可以做到大部分你想做的动作啦。系啦，即系大保罗呢啲都系颜值情怀嘅啫，而新意咧嚟咗啦，系啦。咁呢个就一号机 head door 啦。好，太阳神一号系咪？好，二号啦。二号咧好多呢、这个比较力量型嘅感觉嘅，咁就系佢主要变成太保罗嘅身同埋手啦。咁佢变形都系缩头去，有缩只脚落去，但其实唔可能嘅。嗱，咁睇下佢，咁就红黄银啦。咁其实呢个配色都几靓，呢、这个即系呢啲比例，我都特别要赞一赞当年其实咧。以前啊，呢啲嘢全部都系原创嘅。原创嘅意思咧，即系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系九万能盒之后咧，开始铁人28咧，咁就好多好多唔同嘅机械人，而佢外形咧都系非常之有趣嘅，全部都系独特。呢个咧就好明显以个美式足球员咧去作呢一个蓝本嘅。咁呢啲其實都好得意嘅，呢啲嘅設計外形好奇特，都唔知呢個設計係點樣諗出嚟。嗱，咁佢可動咧個頭咧都係嗱都係不磁石嚟嘅，都係磁石嚟嘅，係咁啊吸咗上嚟啦。嗱，佢有可動嘅。嗱，好多朋友話隻手合得唔好咧，其實有少少巧妙嘅。但的而且確可以做好啲，但係咧
其實買翻嚟之後咧，一定要幫佢鬆一鬆關節咧，等佢啲油冇咁緊咧，咁其實你玩咧就會順好多噶啦。嗱，佢嘅手可動咧，比以往嗱呢個拉出嚟嘅，因為呢個磁石嚟嘅，手可動比以往咧，其實已經強化咗好多噶啦。基本上佢係有雙重關節嘅。系啦，咁即系呢个咁样嘅比例嘅机械人，佢可以只手咁样玩咧，其实都非常之叫做 OK 啦，系啦，但系就系咁样啦。咁呢只手都系喐嘅，嗱，好似公布咗另外一个品牌都会出噶嘛，但系嗰个当然就细好多嘅，但我怀疑咧。佢嗰个系冇呢一个关节嘅，因为我见佢成嚿胶啤出嚟嘅，咁系咪咧就等出货嗰阵先知啦。咁而呢个关节再加磁石波，所以佢就用咗呢一个方法处理啦，就系咁。佢喺呢个关节嗰度咧，套咗呢个肩胛嘅嘢落去嘅。咁呢个系佢嗰个手啦，呢个系一个膊头。咁你就咧套入去咧，咁你就可以做到可动啦。系啦，咁由于咧佢呢、這个外壳系会变形咧，所以呢嚿嘢咧有时咧会凹咗去。呢、這个系一阵间会示范俾你睇。系啦，咁其实你只要嗰个入边个杯位咧出咗嚟咧，咁就吸得实噶啦。嗱，呢一个嘅脚咧都有可动嘅，呢个脚嘅设计都几得意，系啦，嗱，即系咁，最多咁样咯，系啦。但系问题咧，呢个脚嘅可动就真系比较低嘅，佢有少少好少，咁变咗咧，如果你要企咧，就真系未必太上信心嘅。咁但系因为佢而家多咗嗰个绝防滑嘅胶咧，咁基本上买 Boost 都比以前嗰啲产品实净咗好多啦。嗱，系啦，呢磁石而家够力噶啦，嗱 hold 到个动作嘅。好，跟住就睇埋3号机阿力啦。三只嚟讲咧，3号机系最重手嘅，成只脚呢两只脚同埋脚板都系合金嚟嘅。咁你唔好睇佢咁好似好昂直咁样，佢今次咧个犀利之处咧就系佢可以保持翻个昂直嘅外形，但系都又真系做到啲可动出嚟嘅。嗱，呢个头其实佢可以掹出嚟，系啦，你见到佢其实咧做咗个关节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可以拧嘅，但系咧我呢个嘢顶住咧，咁冇办法，佢喐到少嘅少嘅啫，好过叫做好到冇啦。嗱，呢个设计咧，呢啲咧好似有啲忽忽样啊，即系唔知有啲可能佢参考一啲。古文明嘅石像咧，好似都有类似呢啲图腾咁样嘅，系啦，咁就上色咧就系嗰种令嘅蓝色都几靓嘅。嗱，大家就即系呢个位比较注意，但系会唔会有啲上色或者有啲尘啊之类啦？咁呢个位要 Q 嘅，咁手啦，同样做到大只手。亦都有呢个关节，系啦，咁佢咧就可以向上嘅。系啦，可以向到上。咁咪腰咧，腰关节有少少啦。设定身高120米。哦，咦？OK，嗱。呢只脚你眼就咁睇好似
直不甩咁样嘅。但系其实咧，佢已经你睇个膝头哥嘅关节，佢系接到咁多嘅，你估佢唔到嘅，系啦。但系只不过问题系佢脚掌碍于呢个刺激嘅关系咧，亦都唔能够贴地得太紧，同埋咧。佢嗰設計係小腿係太短啦，即係呢個係個原設嘅問題咧，變咗你擺 pose 係有啲限制嘅，甚至乎呢一個位佢仲有拉出膝關節嘅，哎呀，得力咗少少，係啦，咁變咗咧，你可以再增加嗰個可動嘅範圍嘅，如果你擺到嘅話，咁變咗咧，你可以擺到啲。好事嘅，嗱，仲有呢、這个呢一度都有拉出嘅，好少，虽然好少，但系都对摆 pose 有啲帮助嘅，系啦，咁咧大家就小心啲玩啦，我哋有少花咗啦，唉，小心啲玩啦，咁就变咗你就可以。行路啦，系啦，可以做到啲行路嘅 pose。系啦，即系拉出咗，你可以前后咧，你可以偷啲位咧，咁你就可以买个 pose 就可以进多少少啦。嗯，系啦，小心呢个位真系有异化嘅呢个位，大家。將就一下啦，係咁樣。好，咁我就合翻佢落嚟啦。咁就腳板拉出係有好處嘅，冇得拉出嚟啦。咁佢貼地可以好啲啦。嗱。呢、这个都是防滑的防格滑的，这些是以前没有现在有的新的改进的。好，这样呢，那就准备合体了，但合体之前呢，你还有少少东西玩的，都拿埋啲嘢嚟先，稍等一等。武器嗰度咧就有同比例嘅飛機仔嘅，我攞曬過嚟先。係就係呢個啦。我唔知點解呢個係送多咗一架飛機仔俾我。攞得到，咁我倒出嚟先啦。好细，真系细到细到好细，系冇乜形容词啊！真系，系就系咁啦，睇唔睇到？系咁细粒嘅飞仔，咁咧就可以放喺一号机嘅心口呢位。咦，开翻个先，等先。放落去輕輕力，係啦，有啲驚。喂，好似打環好似穩陣啲，係啦，咁就放咗落去，吸埋佢，係咁就收納咗啦。咁二號機都有嘅，但係咧有啲麻煩，一陣間先。三号机陶瓷位都有嘅，呢度就挤一架飞碟仔落去，收埋佢，系啦，咁样嘅芝麻咁细，系啦，系啦，啲人话咧呢个系老夫子秦先生同埋大番薯，咁我都有啲认同。呢、这个设定都几有趣，
等先啦，系翻埋嚟啦。好，咁要预备合体咧，就合体啦。嗱，原著入边咧，一号机咧就系咁样打开只手，跟住就缩咗埋去噶啦。咁样我就当缩咗啦。咁呢个咧？又是縮下去的喎，由於時間關係，哎，縮咗啦。咁你剩低呢件嘢咧，就係太保羅嘅身體啦。嗱，咁佢呢一度咧，提一提，佢有，因為佢要同呢一個二號合體咧，咁就要有呢、這個這個位置出嚟嘅。係，通常用個磁石吸佢出嚟，佢有呢個拉出式關節。咁俾你咧套落去咧就方便啲，系啦，好，跟住二号机啦，二号机咧个头咧系会缩落去嘅，啊，唔见咗啦，跟住下呢个全部都唔要嘅，咁其实咧你可以将只手掹出嚟，一个掹出嚟，打开呢个心口，系啦。見到呢個就是二號機入邊啦，頭先我冇擠飛機嘅，而家擠埋落去。嗱，擠翻個頭，等大家認到是二號機先，放落去，係啦。咁樣二號機咧就準備完了啦。咁呢啲咧應該係縮咗去心口邊嘅，但我唔明咧。佢縮咗入邊，仲可以合翻一號機嘅心口，咁入邊啲嘢去曬邊咧？咁係冇特別説明嘅，即係呢啲嘢機械嘅嘢，你識條鐵咩？嗱，頭先個心口咧隱藏咗呢個板嘅，你揭翻佢出嚟，係啦，咁就出咗嚟啦。各位是这样，是啦，这样呢你就要将它穿衫穿下去了，拎开个头先，就将身体拍下去个心口那里，穿了件盔甲这样，是啦，那呢有时这个位置呢跌了下去，咁我都系用翻佢原本嘅手啜翻出嚟，咁咪得噶啦。呢度嚟啜翻出嚟，通常咧如果佢平嘅话咧，咁就得啦。即系吞到佢平啦，咁就心口就准备完了啦。系啦，但呢个位置有时跌咗落去，我索性揾个，我醒醒。即是调整一下先，方便我整嘢做嘢。系，吓咁样顶死佢先，再慢，得闲再研究下点样整得好实实啲先。好，先，咦，好似个位唔啱。再一个，系啦，试翻个手，系对翻个位，啱啦，咁就而家就实正翻，合咗头落去，咁因为咧，你头先要刺翻啲啱啱呢个位咧，咁其实呢个拍落去咧，咁就实噶啦。系啊，但系有时咧就扯咗佢出嚟咯。咁可能你都要用翻佢帮手吞一吞个位，再吸埋呢只手。系，咁就齐噶啦。先屈翻只手落先。
咁就完成咗上半身啦，未嘅，仲有少少。好，呢、這个兜嘢掹咗佢，咁就剩低下半身。嗱，见到有三粒点点，系啦，吸落去，去就系咁，三为一体嘅太保龙，咁就差唔多完成啦。又系仲争啲嘢嘅，稍等一等。佢对焦对后面，所以系啦系啦，租摄讲得啱。晏昼影相嘅，朝头早影相嗰阵咧，就系做漏冇做呢样嘢嘅，就系拉一拉个面罩。哎呀，先好，稍等一等，系，系啦。咁附送咗啲隻手咧，比較奇特嘅。呢係做咩嘅咧？呢個就係攞嚟俾你拉面罩用嘅。係，係啦。嗱，咁你見到佢咧，呢啲係菜槓嚟嘅。咁照今朝嘅咧，應該都可以 OK 嘅啦。今次呢个好似未用过啲嘢手，撞出系，系系你，先走一走个角度，攞唔攞到咧？要吞呢个位置都有啲心机，因为佢有时都会顶到自己。攞唔到嚟，系啊，因为要掹埋个嘴先啊嘛，谂住。系啦，哇，咁上下啦，跟住再掹埋只角出嚟，系啦，咁就做到太保龙嗰一下，掹嘴嗰一下，我未吞得好啊，应该可以再吞得好啲，咁啊就下镜头啦。就做到個經典嘅掹嘴 pose 啦，嗱即個掹咗，因為我通常咧呢啲係掹完個嘴再彈啲角咁樣，我覺得係咁樣嘅，咁可能個次序上同大家睇可以有啲唔同。好，跟住咧，好啦，掹完啦，咁我就，哎呀，有啦，真係。换翻啲正常手先，佢好似系咁样嘅，系啦，探就太保罗啦，好，大家望清楚啲。即太保龙嘅嘢啦，咁咧就都其实虽然话系净系合金喺只脚度，但其实咧，因为呢只脚都几重，你未至于系好轻飘飘嘅感觉。咁当然咧，佢大量嘅换嘅武器咧，就系佢精华所在啦。咁嗱，都讲翻头先咧，佢脚嘅关节咧。拆出嚟先，嗱嗱，企到喎，
是有拉出食關節的，你但是找些東西幫我手先，是好了，它可以拉出來的，隻腳呢都可以接到這樣的，而腳這裡呢本身都有拉出食關節，拉出一級出來的，但是大家真的小心一點，這兩個位置會挨花這個腳面玩得真的小心一點。咁變咗咧，太保狼佢都嗱，如果有玩過 CMs 嘅巴拉特咧，你就知道當年嘅刺石技術同今至今日嘅刺石技術真係已經爭咗好遠啦。真係見到佢有進步嘅呢家嘢就。即尤其是呢一隻佢咁重嘅時候，佢咁都 hold 到咧，咁其實就都我諗都冇乜問題嘅啦。太保狼其實好似冇乜用腳嘅，試下可唔可以到先？等等，要過到，要過到。攞唔到个重心，所以我就试唔到单脚企添。头先反而试到，得唔得？真啲，伸出啲只手先。系啊，唔得，系啦，都叫 hold 到啦。好，咁咧，之前。派特嗰個 CM 嗰個咧，大全套我有買嘅，但係嗰個真係非常之氣餒嘅玩得，咁變咗後屘 Evolution 出咧，我都有買多次，嗰、那個咧個比例就大隻咗，而係即係武器就少啲，咁但係咧嗰只就係玩到嘅，係啦，咁樣咧手可動頭先都試過噶啦。咁而家再试多次咧，可以屈到咁样嘅，可以举手嘅，呢度都有肩关节可以打开嘅，系啦，咁样啦，咁所以上半身就冇乜下问题噶啦，但系反因为系下半身佢小腿太短嘅原因咧，你嘅摆嘅 pose 就系比较有局限一啲咯，未至于摆唔到嘅，但系就。要少少時間去自己 tune 下啲位置啦，即係未至於硬直嘅，但係係咯，即係你都擺到少少喐嘅 pose， 行路都做到嘅應該，但係大家走下啦，要得啦。交叉腳都得嘅，好，跟住就玩下啲武器啦。剩低嗰啲剩餘物資，唔記得講，係可以砌翻兩隻機人仔出嚟嘅。嗱，但係咧，二號機我覺得咧，因為佢襯一呢個紅黃呢，我覺得襯返一號機這隻腳，通常呢我就會將一號機的腳放落去，一號機的手腳放落去二號機度，咁變咗隻紅黃色機械人。而你呢隻三號機呢，就用一號機的腰陷二號機的腳，咁變咗一隻銀藍色的機械，咁其實呢個都幾得意，尤其是佢係一個即係咁樣，尤其是更加似一個長臂猿啊，即係更加似一隻馬騮，比較短，因為隻腳大隻手長，啊，同埋個配色我覺得咁樣靚啲嘅，呢兩隻我可以建議大家咁樣玩法嘅。
住就试埋啲武器啦。武器方面呢，最重要咧就系有一个太保狼榄球啊，飞碟啊，系嘛呢个。咁其实咧，佢原著咧喺膊头呢度掹出嚟嘅呢粒。咁佢咧有一个手俾你揸住，大家都系小心啲，温柔啲玩，就唔好整花佢啦。咁我谂呢个系比较常用嘅武器啦。咁我放落去先。系啦，佢系咁样掟出嚟咧。咁就好似狐狸刀咁样，就 cut 晒啲恐龙嗰啲头。好，咁佢都有两对手掌手嘅，咁你中意可以攞嚟用啦。跟住有呢、這个，有两个 cutter 嘅，咁佢只手咧，其实佢有个机关嘅手。你打开佢咧，可以摄，将呢个嘢摄落去嘅，即系晾，其实晾一晾嘅啫。咁你就可以晾啲飞碟，或者系你唔中意嘅，即系好似超力电磁盒个摇摇咁样 hold 住，即系佢冇嗰个关节俾你，你可能用补贴 hold 住都得嘅，系啦。跟住呢，心口，嗱呢个咧就系心口另外一个实体飞碟嚟嘅，咁佢就应该勾喺心口嗰个位嘅。我呢个未装过，第一次装，我试下装下先。诶，嗱，由于磁石关系咧，甩系正常嘅，因为甩咗都合翻落去啫嘛，合翻个拳头先。咁佢就將呢一個，要話咁樣扣住，係啦，晾住呢位，然之後就可以，開，係啦，就射呢個飛鏢出嚟。你唔好問我幾多歲咧，我睇上網做功課嘅啫。即系呢啲，我未出世嘅，讲明先，我未出世嘅，即系有啲主持啊，即系嗰啲，好多其他主持应该都出咗世嘅，系啊，沃卡你应该识啊，你个年代，好，跟住佢只手入边咧，仲隐藏咗个盾牌嘅。咁手盾牌嘅组装咧，就系、是、佢有呢个扣位嘅，扣位就扣落呢一度，然之后咧就诶慢慢啲先，扣落呢一个手踭位，然之后轻轻力用啲阴力慢慢套翻入去。嗱呢度咧有甩有嘅觉悟啊，大家。你玩呢一个嘢咧，呢、這个位照计咧系真系会有机会甩油嘅，系啦，就系、是、咁，你就装咗个盾牌啦。咁你有双重关节，你就可以扭出嚟啦。盾牌，其实应该可以再拍得好啲嘅，但系惊佢净化，咁我就唔特登再清多啲啦。好，我搵翻佢出嚟先。好，跟住仲有另外一啲配件嘅，就系呢啲啦。太普狼
cutter 都是啦，都是这样装。都是有甩有一个等等来套进去，有了这个是真型的，但是呢，唉，大家预定保有啦，呢个系冇办法，硬碰硬再即系上色就因为会甩噶啦。呢个嗰个位可能歪咗，所以有时成容易甩。咁就好威武，我覺得呢家裝咗個 cutter 之後，咁而膝頭哥咧都有 cutter 嘅，有一塊，只要放落去就係噶啦。咁而家裝咗 cutter 之後咧，你只能夠用到腳嘅上半腳關節肉，如果用下半腳關節咧，咁就會個嘢就甩出嚟啦。所以咧，裝咗兩個 cutter 咧，我覺得件事係型好多嘅，有攻擊性啊。係啦，跟住仲有一個武器嘅，嗰、那個叫咩咧先？月光十字係咪啊？好似係。呢卡嘢，一个透明嘅铰剪，佢话咩系其他与住 U 其他队员驾驶 UFO 依附在呢个太保罗背部 UFO 组成 X 型变化成巨型嘅剪刀式武器，就咁、是，咁就装喺个喷射器嗰度。宇宙清空是不是他装在这个位置呢？哎呀，装不了，就是这样。哇，这样真型的。我之前咧就好似呢个型啲，我之前揸装盾牌，咁就再揸埋嗰个飞弹咁啊，所有嘢喺晒身度，咁啊最正啦。喂，攞翻只手落嚟先。就是这样 display 应该就最有型了。看看先。是啦，就是这样。就玩完太保罗了。好，这一个是最有型的形态。再转多个圈给大家看看先。来紧讲金刚小宝贝呢Evolution真係出返個合金版，之前已經有呢、這個唔係合金版，我都有嘅嗰、那個，但係 CMs 嘅，而家就 Evolution 就再出啦。咁就嗰、那個唔知係咪下次又用磁石呢？係啦 ，Anyway， 咁係啦，唔散嘅，真係唔散嘅，係唯獨係手真係爭少少嘅呢個位。咁就對於我覺得係已經改進咗好多㗎喇。嗱，唔跌嘅，啲人話
足腰腳會跌，其實就唔會跌。咁就睇下你對太保郎有冇愛啦。即係有愛嘅，即係萬尺刀山你都爽㗎啦，係咪先？誒，順帶一提，我琴日咧就見到《機甲創世記》咧紅機嘅出喎，公仔限定200隻，哇死！真係有中，咁就要揾阿丹尼斯幫幫手啦。喺 YouTube 嘅海上就差，我未睇過，唔知係咩嘅。係啦 ，Charles 想買與不想買之間，咁就睇下你對太保郎有冇愛啦。或者你之後如果有廠再出，你都可以比較下嘅，但係嗰個應該就冇咁多武器啦。但嗰個就價錢真係相宜啲，同埋合金成分係多啲嘅。但係我中意呢一個比例嘅。另外好似仲有一隻50cm 嘅大膠嘅，依家 Kenny 入咗，係啦，膊頭位咯，膊頭位其實你即係如果你處理咗佢貼得平咧，呢、這個位置又吸得入咧，其實我又唔覺得佢特別鬆嘅。系啦，即系你可能未调整都好咧，咁就有机会系喐得唔系几好咯。疯狂做 metal 标，但系 metal 标真系好高好高水准嘅，呢个无可置疑嘅 Bandai 技术。咁但系即系争好远噶嘛，系咪先？即系啲独立厂产量又未必会好多嘅，咁就。又出有啲好冷門嘅機械，即係嗰啲合體戰艦佢都出嘅，星島冇人化嗰啲佢得佢出嘅，如果唔係冇人出嘅嘛，係啦，揾翻阿長腳鞋出嚟先。嘟嘟，好啦，咁如果有機會，另外一隻太保郎都出嘅時候，我到時就再同大家爆一下啦。好啦，今日玩到咁多先啦。就咁，同大家讲拜拜啦，拜拜。